勇敢一点，走。你说谁是大混蛋？阿金回来了。妈，对不起，我回来晚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了。我去跟陈律师说一下，你们赶快来哦！好，我跟陈律师说一下。你干嘛用我？你刚刚这边大吼大叫，很丢脸。你要让全村的人都知道。我老婆见我一次打我一次吗？这样我以后怎么做人？谁叫你？谁？对不起，我回来晚了。我妈搬到山上疗养院之后，我继父突然说要跟她离婚。我怕她受到太大的刺激，所以一直不敢回来。你妈妈还好吗？她可能早就已经受不了卓家的生活，只是一直在欺骗自己。虽然说离婚了，但我觉得对他来说是一种很大的解脱。况且他该拿的赡养费、房子、车子、股票一样都没有少，他可以舒舒服服的过生活，不用再受到折磨。我长这么大都还没有人这样跟我求过婚哎，连个结婚戒指都没有。俗话说得好，婚姻啊就像爱情的蒙阿波，早知道当初就不要这么快答应。算了啦，我干嘛跟全月村最不懂浪漫的男人说这些啊？你有没有听我讲话啊？这是我从小就来练习编的草牌，一直想要送给你，但又怕你不想要。现在的我可能还买不起你想要的钻戒，也没办法帮你办你想要的梦幻婚礼，但这个草环代表我对你的承诺。
今天开始，无论顺境、逆境，无论富贵、贫穷，无论健康还是疾病，我都会，我都会一生一世爱着你，珍惜你，直到永远。给我一年的时间，我会帮你得到你想要的幸福。李国健，我好像找到我要的幸福。所以你是已经。